那个利用互相交叉的排线模式哦，可以让颜色较为均匀哦。那交叉排线的方式就是，好，譬如说你这个颜色来讲，交叉排线就是你这个方向做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你不会很均匀的，那我们就换个方向，啊，这样交叉，知道吗？ 交叉起来，它的色块会比较色彩会比较均匀啊。那剩下我们再来利用刚才所教的技巧，这样就很好擦啊，更均匀啊。有没有看出来？好，你不要一直颜色一直涂很厚哦。那事实上它不会真正附着上去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交叉，然后再涂。